见到真人了，我就是电视里经常看演出，对对对。谢谢待会儿也把这个歌到时候跟周深老师那边一起对一下，因为歌大家都还没有彩排过。是是是是，我也觉得有点我也不知道这个，我也很紧，我很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因为这个本身这歌是你的歌，反倒我很紧张。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编曲的老师呢又没有当面跟我们交流。对，因为十一假期嘛，都加班加点在做。粤剧的话就是有些咬字上面就是跟普通话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就是浙江官话了啊，就是不是中州音的，属于那个普通话的。所以像比方说那个就是看，对对对，春游来看红豆开，那我们粤剧话念这个看就是念宽宽，对对对，春游来看红豆开，今不见有金人去，对，有金人去采，有金人去采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些。比方说像那个看字开，开不是开是开，开，还有采，有情人应该怎么发？应该这个情字呢，我们如果戏里的话，应该念尖音的，就是行啊，行，对，念行，就是，但是这里我们就不用那么一定那么讲究啊，就是为了很快嘛，这里因为是，春游来，宽宏的开，今不见有今人去采，去采，对，好，我觉得你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是感觉超快，对对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余字成岁，这字字岁，余字斜阳。
月，花红如月，几度。